住我哋，都多謝天主俾我哋機會一起，透過今日呢個聚會，一起去反省同埋去探討，亦都期待上主使到今日我哋所聽嘅，都俾我哋一啲嘅反思，亦都使到我哋能夠更加了解我哋作為呢個世界呢、這個城市嘅一個公民所應盡嘅責任。我們祈求天主太應聖神，讓我們時刻都緊記主的教導，用福音的精神去處理，和真的去面對，甚至去參與這件事。我們也將我們的時間交託，祈求上主的祝福。我們的天父，與你所憐憫，與你的國內民，與你的子子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上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凶惡。阿們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阿們。Thank you.